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哦，真的很好。清早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提醒我们，其实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心？是一个谦卑的心，受教的耳，这说的都很顺，可是这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如果简单的话，就不需要一直在说了。所以我们自己不能谦卑，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需要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心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，因为我们的老我他是不会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的血气的我是不会这样，所以我们的信仰都跟我们的老我跟血气是背道而驰的，是相对的，这是相反，我们的习惯跟神要我们是不一样，所以为什么常常要需要圣灵提醒，或者常常需要有神的话，需要有神的帮助。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你以为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是做不到，我们很快就做不到，唱完就做不到，是吧？唱完就回到原来了。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，神啊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。所以说我们的肉体软弱，我们的心灵软弱，每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啊，我们真不过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。但神，我们因为有你，主，我们才知道明白怎么样子，只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刚强，只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些不好的，我们才能够得着医治，我们的身体才能够从软弱中恢复过来。主啊，一切都是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清晨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的心一定要在你面前谦卑下来。主啊，有真的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要求你的怜悯，需要你的帮助，而不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才这样，乃是在我们每一次来贴近你的时候，要来就近你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知道神啊，我来了。主啊，求你教导我，求你赐给我一个谦卑聆听的，主啊，一个心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以至于让我能够知道，主啊，我不过的是一个很软弱的罪人，主啊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，也常常向你认罪悔改，做一个真正属灵的人。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所以说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。求你
们用方言祷告，我们用灵祷告，我们用灵歌唱。我们不只在悟性祷告，我们在悟性里面歌唱。我们要在灵里祷告，灵里歌唱。哈利路亚！西亚拉亚拉玛拉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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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哎呀亚拉亚玛亚拉！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神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方言。哈利路亚！西亚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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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亚拉亚玛拉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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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你。
深深情。